啊，即、这个人伤害，即、这个人咱个收人啊，即、这个人有我甲求大哥啊，伊毋是咱个冤仇人啊，冤仇人，从今以后你计真济无济。哈，我叫你师傅，哎，大哥，咱阿姊啊，头毛歹去，无来变安尼。这也唔少咧，你当我本来要甲你少年抓一台，那雄雄哦，煞讲我禁起家了。你念伊咧，你讲叫我来禁因家中诶，无法度啦，因为这是先人指点，阮师母诶交代，我甲伊四姑说说阿母缘分。所以这个人你袂当伤害伊，你爱甲尊重，叫伊家中。那咧，这也你诶意思，你就是爱匹配伊为妻。对啦。哦，好啦，好啦。你讲我恁姐会当嫁着阮后孙，毕竟是小好友啦。我是中央的后代，阮后爸官阁做偌大，你知影无啦？哎呦，拜托你哦，啥物阮姐也嫁着你，啥物真是小好友啊！哎，拜托你，你把阮姐啊，这身材腰瘦脸胖，脚长真可靠。啊，你看你这时阵啊，个乌个粗，乌个粗。是啊。我拿青菜比起来，是你可以包啊。哦，我跟你讲，好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大哥啊，啊都无办法啦。啊，阿姊就讲这什么哦，姻缘天注定啦，啊，无办法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无办法接受嘛，爱接受啊啦，啊，我叫你什么？家丁。这是叫袂出的，哎，大人请叫。哪样是家丁啊？对，家乖，家乖，你做白老的。哇塞，我就是讲袂出，我气到要死，你知无？好啦，家丁。哦好去干过来顺摊啦，过嫁袂出去，好啦好啦，大家拢是家己人，以后大家好去生财啦。这是有影，人伫咧讲人到时就到，准备完婚拜堂。真实诶哦，要这咱紧哦。对啊。啊好啦好啦，啊倒有恁两个吼，甲咱斗老嘞，这真好嘞吼。安尼好，来准备糖果啦，糖果啦。哎呦，哇，真好真好！哎，今仔日哦，啊怎讲哦，嘛是咱五龙山的好日子啦，大呀！啊，咱嘛来吼，抬猪抬羊嘞，啊，这耳听猪啊，嘛来请一下呢。对啊，恁这粗摆呀！这也今仔叫人过样哦。是啊。咱来这请遐妖罗吼，请伊食物件。是啊是啊。行。啊，今来无闲，今来去啊，好，来无闲啊。